大家好，我是约瑟，我住在淡水，身高168公分，体重72公斤，是个标准的帅哥。大家记得我爱上了一个女生，她叫做玛利亚。在和她出去玩几次之后，我真的觉得她是神为我预备的另一半。因此，我决定了在12月这个寒冷的季节，我要向她求婚。所以，我要先把我的肌肉变大，我身段要100。啊，那我是不是该邀我的朋友一起来呀？没错，如果他们都没有来的话，他们就会错过这么美好的时刻。那我赶快打电话邀请他们好了，请大家拭目以待吧。